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潘大帅，欢迎这个美男观战来观战一把绝活孽气啊！画家击球，昆虫再加守墓人，这套阵容打聂西，我觉得有点累呀。聂西其实不太吃他们这些，你说昆虫对吧？你能挡住我吗？挡不住。哎，我跳过来该打还是打啊？跳过来该打还是打？对啊，消耗昆虫也行。直接追上去打的话呢，要找机会就是抽刀啊。这边下一波跳，看能不能跳到他的一个前面身位上面。翻板，那落地一刀了呀。这里这个翻板，感觉有点亏啊，因为你这边翻板你虫子带不过去的。你如果就是你。他跳过来，你虫子在身边的话呢，还可以放虫子稍微来干扰一下。击球手这边想保，其实保不了，我觉得比较难保。这个保，因为他毕竟聂西嘛，他的一个跳位移是足够远的。你一波打开距离以后，他一波跳依然是可以来。哎，来看这波，好的，到脸上一刀带走，对吧？就是你真正这些碰到这种绝活聂西，他跳得够准的话，真不是很好搞啊。那这里的话就是追一手，我觉得追一手吧。追手那个跳回来啊，他这边想打伤害，落地一蹦，对吧？就突然感觉有没有感觉，就是这些平时看上去很厉害的牵制位、辅助位，哎，在聂西面前就显得不是很好用了。人家这可以飞天的，一蹦没蹦到，但球已经交了。那这边牵起来挂上，可以接受，可以接受。他毕竟是干扰了两个人的密码机，这边接手还想来吗？还想来，来不了了吧？这也来。挂上一棒子打，晕是晕了，但是不可能直接去过去救人的，因为这个距离，要救人万一一刀没呢？这边聂西还来找你呢，哎，你来打我，这波打完应该是一个聂西赢局赢面了，都不是什么保平争胜了，直接是一个赢面。哎，守门人这边是交铲子拖一拖，拖一拖也行，这个拖的话你还别说，拖了可以把这个击球手的自己拖出来。我们看聂西这边怎么安排，他应该是卡一个时间，然后跳一波，直接打一刀啊，来搏一个震慑也行。我觉得跳一波更好，为什么呢？跳一波的话呢，这刀还是能打在那个守门人身上，就是我先跳，你救下来了，那我这边跳到谁算谁，我追另外一个也是一刀，然后再追一刀，然后如果说我能够跳到守门人打断他救人，再追一刀，说不定人救不下来啊。他这震慑的话呢也可以啊，就是看这个选择了啊。这场的话，其实给我了一个很大的启发呀。将来比赛当中，如果说对吧，哎，对手拿这种就是比较花的、比较能打架的，哎，你选个聂西好像还真不错啊。击球手啊，昆虫啊，看到这个聂西真没什么办法。画家的话，其实他的画，我觉得聂西跳得好，都有可能可以。去把这幅画给跳开的，视野卡住的话，这波被无伤偷了。他应该是想过去找找这边，守墓人和击球手的节奏。无伤偷了的话，挂飞看下一波吧。穷者最后的一波机会了，就是要牵制起来。画家这边吸一幅画，可以啊，就把画先吸出来。击球手还要来保吗？这个时候的话确实可以保一保，但是保不能受伤啊。一棒子打没能成功。毕竟面对聂西，他一波跳，你这个还是要非常小心，他不能受伤，就保能保，拖拖时间就可以。因为你想真保下来，我觉得也不太现实。好，这边来抓画家，我们来看画家。第三波落地一蹦，好的，画家开始画画。我们待会看看这边画如果能摆出来，聂西怎么来打，这个还是蛮有的看的，蛮值得一看的，因为这个对抗比较少见啊。哎，一幅画，扭头，哎，这聂西来，这就卡住，然后待会儿一波跳带走，对吧？这个扭的是真的好啊，这幅画我都不知道这幅画在哪里啊。有时候一蹦落地，哎呀，没蹦到，这边可能要吃画了。这你要是真扭掉了，我觉得是不是略显有点过分了呀？再摆一幅画，落地一蹦，好吃一幅画，对吧？也是验证了我的判断啊，就是画家打聂西也不太好打啊。这套阵容就真的很难，看到这套阵容就觉得很难。
就知道这种打其他的我觉得都蛮厉害的，哪怕打什么邦邦啊雕刻啊我觉得都有机会啊，都有可发挥的空间，但打涅西着实有点难啊，着实有点难。打涅西的话，这张地图其实有个祭司还是蛮厉害的。一波，好的，可以，这波救人。主要机子不够，主要机子不够。哎，教个动作，骗骗你，做表情。这边跳马上好了，一刀打。他这边好像是每次都是想一刀打，然后奔来追第二波。都是想博弈震慑的，这个是跟个人的一个习惯有关啊，个人的一个理解有关，就是他觉得震慑可能机会更大一点，每个人的理解不一样，但是这个东西没有好坏之分啊。我倒是觉得提前跳一波可能会更加有机会一点，更加稳一点嘛，因为这个位置的话跳躲不开的，基本上躲不开的。接手这边来正面吸引一棒子打，好，那边什么人已经拉走了，那就看这波怎么拦。一波跳估计人救不下来，这里要落地躲掉以后一棒子打开才行。哎，就是救下来了，但是出了个双挡。最后守墓人这边的机子差多少，嗯，差倒是差没多少了，可惜还不够啊。不过这边好像画家啊，他这边是直接就是判断你们机子可能会好，这边是多打一刀伤害一出，这样的话你密码机不敢提前亮。听起来挂上可以了，求者最后能够把密码机点亮我觉得已经非常不容易了。一波跳，这边自己应该是没有交的，刚才因为救下人以后守墓人，哎，这边跳起来，哎呦，还有这个窗口，一刀，好的，可以，那先挂上吧，先挂上。守墓人这边的话，开门走，应该是拦不住了，应该是拦不住了。他有没有？应该是没啊，他这是那个风霜啊，他是那个彩板加挽留，风霜不知道有没有啊？有的，没有，没有底牌的，没有底牌的。那守墓人这边走了。也行吧，能跑一个不错了，真的能跑一个就不错了。这把的话，练习打的确实够精彩啊！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